现在机场没有人戴口罩，只有我一个人戴，还有我们，但是是有隔离区的，所以我们就好像是异类。鸡肉味道，炸鸡耶，好像炸鸡，好酷哟！还是你知道菜不了，真的是做不好，这样不好吃。原来我吃到豆腐都是鸡肉来的，这个才是肉。觉得我前面的人像 Bill Gates。然后过后那边有一个像 Johnny Depp 的人，这个像 Bill Gates， 但是他挡住了。看这个斜坡，非常斜。你看那他脚臭，他没有力。Keep going。来，整只，不要。好，走。东夏已经，东夏已经。喂喂，等，他的那个 video 他直接消失掉。太慢了，太慢了。原来拿这个是这样辛苦。你要学这个这样走，你看啊，这样子，要脚要在这里。嗯，好这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不是啊，怎么还在 rack 呢？不行啊。等一下，哟，还真准，给来，走慢点，太快了。怎么一直失去 focus 的哈？你们走太快了。看一下，你敢？可以准备啊！一，怎么一只二楼？等，他。OK。